怎么样？哎，我过过 ，pass 了哈。Today I'm going to get my license. Woo! I did a lot of practice. I don't really even need it because I already know everything. 今天戴眼去考那个驾照的笔试，因为本来前两天要去考的，他要那个带护照嘛，一直忘记了，今天就特意带他去一趟吧。这个考一次费用也不便宜，要100多。你准备好了吗 ？I go for G1 and G2。我知道了，我是现在第一次考啊，你有信心吗？对啊，你这么有信心，如果考不过你就自己付钱啦。紧张不 ？I'm excited for dollar store. Oh, you don't like it? 哎呀，吵死了！考这个车牌吧，这种普通的私家车牌分为笔试跟路试，对吧？因为我这么多年我也忘记了，先考笔试。笔试考过了之后一年，是不是呀？一年后再考路试，路试还要考两次，一种就是普通这种马路可以开的，然后考完之后再考高速。这么多年我也忘记了到底具体是怎么样的，反正现在一人。先考笔试吧。Next time when they come back here, I will drive Nana here. 啊，对。And then Nana drive Cole here. 啊，下次你们就一个带一个了，我都不用过来了，是吧？丽人把护照拿了。反正小孩子能自己开车了，我就省事了。好多人，人不少。啊？我不知道，你看一下，怎么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叫一人自己去问一下。那跟你说要问吧，把号码先拿了是吧？什么都不敢问，然后要看上面的号码。I'm 511.你自己又去了吗？怎么样？哎，我过过 ，pass 了哈。还好你这次过了，你不过的话还要花16块钱来补考啊，对吧？就嘞，又要翻嚟考 G2 啦，系嘛 ？Next year, same day. 怎么样？娜娜又要找什么 ？20, 40 in total. Like 20 road, and then 20 road signs. Road rules, and then 20 road signs. 一共是40个题目啊？你错了几个 ？3. 错了4个。那个。如果错了多少个 fail 了 ？8. 哦，错了8个就没过。再过一年，一眼就可以开车带我们去兜风了。本来想去外面吃碗面的，但是想想花了160，还是吃省一点吧，来 Costco 吃便宜一点，对吧？一眼说花了很多钱要省一点了，走。哇，好多人啊！一眼能写咩啊？普通。同娜娜写披萨，咁啊 ，Carlo， 咁我要个 hot dog 啦，好吗？ Okay. 你去买啦。Costco 是最便宜，你看，11块多搞定，4个人，你们两个一起去啊？啊。哦。这两天都很高温呢，都在30度左右，挺热的。上午的太阳还挺猛的，一下子就收了。看一下我的菜地，前两天呢去了多伦多，还好呢，
有交代附近那个阿姨帮我浇水，要不然这菜地不行啊，没水两下子就干了。啊，你看我的南瓜油光发亮的，南瓜好大一个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大南瓜缠在这里，南瓜还长得不错，长得最好的就是这颗向日葵，这个向日葵长得好高，上面快要开花了。在盆里还种了好多番茄，样子是丑了一点，是去年我妈她去年留的那个种子。这个番茄比超市卖的那种番茄香很多，很有番茄味，又很沙又甜，这外面是买不到的。啊，我今年种了几个盆，长了好多出来都没熟，这边的豆角也长了好多，我前两天还炒的豆角来吃，豆角长得不错，真的很嫩。超市呢，没办法吃到这么嫩的豆角，非常好。这里还偷偷的结了两根黄瓜，看到没有？也挺大个了，我想等它再大一点吧，要不然怕浪费了。这里也有，这边还有两根小小的，今年还能吃上自己种的黄瓜，往年我妈都种不出来呢。然后这边盆里我种的是这个辣椒，但是呢就这一两个大一点，还不够炒一盘，所以再等等。这边也是番茄，没熟，都没熟。这番茄个头都很大。今晚我煮的简单一点，我炒个饭。Why can't I use this one? I need to use it. 这个是煮汤的。No. 娜娜说煮意大利面，我说叫她自己煮。我找一下我那个意大利面的酱，走开，就是这个。Yeah. Six. Wait. 那你自己煮要自己吃了，我可不吃的。吃点饭，然后再吃点面，意大利面娜娜煮的。一会又要放奶，一会又要放那个酱的。Yep. 要不要这么多啊？我感觉你的煮的味道会怪怪的。还要放 cheese 啊。Yeah. Isn't that butter? Yeah. Why are you cooking it? Whatever.Well, call the new chef. What?肉就更香了。I'm so professional. 怎么样啊？娜娜的意大利面好吃吗？哇，大口大口的。My tummy hurts. Save.